来吧，这也丹东九九草莓。问个问题呀、啊、OK 你说，你们那个提莫的小人要花钱抽啊？那肯定的，那他肯定不可能白给你。能不花钱免费抽吗？别人给你充可以，不花钱免费抽费点劲吧、哦、你也可以，就是他不有活动吗？嗯，差这点吗？充他个4600给他都抽了。哎，你抽多少钱抽到这个的呀？我充4600啊。那你花了多少钱呢？花了4600啊，全花了。这花4600啊？啊、哦，花4600啊。这英雄联盟我得靠吃饭呢，对不对？那我充进去的钱，他不得我得吐给我吗？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玩永劫无间，我为了抽一个剑，抽了5800。哎，啊，辅助小丸上单问你呢。小丸上单可以吗？不可以。直接拒绝，不可以。他这种应该还好。如果他上来就说5楼，这个4楼上单，上来直接这么说的话，一般80%都是029起步的。哎，你腰也有问题，你腰是啥问题？我腰肌劳损，还有一点点的突出。我也腰突，腰肌劳损。他们都说腰肌劳损呢，那医生也说不能说是锻炼，让我先休息好了再让我锻炼。但是我直接练，我每练一个礼拜啊，我的这个腰就不会疼。还真是说法，真的，每练一个礼拜这腰坐着就不疼，一点不疼。上眉山，上眉山，一会儿来抓。Okay. 他为啥没闪了？因为被我打没的呗。这么菜，这么快招闪？你对于你们这个50块，你们这个分段好像认知不是很清楚啊。啊，还真是。那我觉得我对我们这个分段认知很清晰。我们的闪现一般不是用来秀或者是躲技能的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我是。是感觉自己要死了才会放。哦，不是感觉自己要死了，是自己已经死了然后还放吧。差不多是，所以说有个感觉嘛，感觉这两个字很关键。拿下，我操，这么牛。你安心刷野，没事，我还要拿第二个引头。要不要问吗？不用。我操！拿去。此处应有掌声。我操！猴哥牛逼！我操！说出来宣布了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但我刚才杀福耶哥的时候，我还切了下屏，按了一下鼠标左键，还退出去。这个把 QQ 给退了一下。哦，这么强啊。这啥情况？下路怎么个事儿？哎，中路又怎么个事儿？
啥情况？上路变成提款机了，说是。上路已经游戏结束了。哎，捷报频频，我只能说这把稳了。下把请求你不要再玩这个厉害的英雄了，阿木。好了好了。我们在直播要注意，我的有点影响我们的节目效果，直播效果了。有来吗？没来了，有点。我刚 W 开着是因为有蓝 buff， 这也太怂了。这有啥情况？勾引成功。没事，我不亏，我杀了一个。哎呀，冲动了，小鱼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团长出钱了。行，养猪说是。他为什么说我啊？谁？我没开所有人，他说你杀了。中单。他说我怎么跑的？别带了他节奏。妈的，我又没喊他来帮我，我把人杀了，我也不准备活了。他自己追人追死了，怪我，哎，真是无奈。你问问他，我又没让你来。不跟他吵。情绪价值。我出手就只能是我的。情绪价值，懂你意思。嘿嘿，他自己贪人贪死了，怪哥们儿，真是无奈。啊，人有点多。咦，下路也很顺呢。你不会要杀我吧？这飞哥很菜的。菜是菜，但是，哎，又被拿下了他，好可怜的飞哥。哎，到了个点烟，我回家了。波神只会玩阿木木了，当然不是了。当然不是。下把来个剑圣吧。剑圣，我都办的呀。别来了，波神剑圣不行。感觉你还是比较适合团队英雄。OK， 因为我是个心里有团队的东西。哎，我红 buff 怎么被打了？福爷哥给你打了？他狗胆是真的很大呀！胆子真大呀！我觉得我打阿木木，你压力太小了。哎，我真的知道他在打这个，你信吗？我信。
我只是没有想到他胆子这么大。他胆子确实很大，他樊锦鸿还拿峡谷先锋，你治治他吧。我治他吧，回来。哪去了？谢波神。行吧。Thank you。你拿头就是哥们拿头。腾顺了，没一路是劣势。哇，感觉这船长要被喷，养了个大地出来，又让我想到轰轰跟那把剑魔了。哇，你知道吗？那剑魔也是，那剑魔10-0出门。哎呀，差一下。Oh no！ 我太狂了，哈哈哈，有点横着走了。没事，我上高地了。中路也劫爆了，全杀光了。哦。哦，他们点了。15分钟吗？正好15分钟。这把玩太轻松了吧！